思母札记，小乌鸦反哺老乌鸦。作者潘刘卫慈，写于德州休士顿，2015年8月。母亲6月6号半夜因肺积水严重，呼吸困难，由救护车送急诊入院。我拿了假期回台照顾母亲一段日子。儿童时期听过老师讲的小乌鸦反哺老乌鸦的故事，回忆儿时父母无怨无悔地养育照顾五个儿女，现在做儿女的照顾年老体弱生病母亲乃理所当然。头两周在7楼单独病房逼着全食照顾母亲，翻身拍背灌食牛奶等，我经历神同在丰富。每日读诗篇12篇到29篇，他话语鼓励我，常使我深受感动流泪。后3周我1天2次，上午11点傍晚7点骑单车去新北市立联合医院加护病房探望母亲，帮母亲双手双脚浸泡温水，按摩穴道，按摩小腿，擦保护皮肤的乳液，协助护士清理母亲大便，为她祷告后才离去。神应许不撇弃他的圣名，他要赐力量，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两眼相对，母亲自加护病房转住健保病房，不幸被感染病菌，诊断为肺炎，发烧、喉痛、痰多又无力咳出，近乎4晚整夜哀鸣，用氧气、用化痰药、抗生素、打点滴。主治医生黄兆康说病菌顽强，有抗药性，故需加强用药。6月19号清晨起来读圣经诗篇23篇，其中说道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母亲这几天病情变化，真像是行过死荫的幽谷，感谢天父适时的安慰之言。帮母亲清理梳洗完毕，笔者立在床旁紧握母亲右手，母亲双眼凝视我，母女两眼相对，不禁泪汪汪。我哽咽说，妈，您这双手抚育我们5个子女，您也帮助和服侍了许多人。屏东基督教医院26年服务了无数病患，屏东县光幼稚园3年服务全体师生。妈，您是有福的，虽然有时候儿女会言语顶撞无理，意见相左，但您仍然爱儿女，仍然愿意为儿女洗衣做饭食。妈，感谢您无怨无悔地爱我们，您的爱也延续至孙辈们，您是我们刘家的宝，最长寿的长辈。当晚的值班医生周文如医生来病房，与我们姐妹俩研及有关救与不救话题，是否做气切、插管、CPR、心脏电极，要我们家属考虑。兄长、弟妹在我返台前已决定让母亲不做气切与不插管、不做心脏电极等，只用药物急救。如果气切或插管可多活一些时间，如果不做就会很快失去母亲，救
与不救，真难做决定啊。回想父母亲为爱儿女不惜付一切代价，那救到底的爱实令我们汗颜。救与不救，初谈多次使母亲的鼻黏膜、口腔内黏膜受伤流血。6月21号晚，两次吸入稀释化痰药，仍呼吸很喘。母亲半坐半卧，呼吸喘促，摇头表示不想活了。值班医生周伯汉说：“我看了病历，当初肺积水送急诊时，你们家属有填写不急救、不气切、不插管、不人工呼吸 CPR。”我说：“那是在病人无生命征象、无意识情况下不救。但母亲现在人清醒，生命征象正常，难道我学护理的要眼睁睁看着母亲喘不过气而死吗？如果是你的母亲，你做医生却不能救自己的母亲，你的心会如何？”我当然也会难过，周医师道，然后改用非侵入性呼吸器，就是正压氧气机，并指示护士打针。小弟夫妇、小妹、孙儿也赶来医院探望。母亲喘好转些，小弟问妈还想不想活，母亲点头表示还想要活，大家又笑成一团。我说：“妈，圣经上说你求寿他就赐给你，就靠主大能好好活给医生护士看，您明年就是89岁，我们要给您庆祝90大寿。神的应许。我想起昨天读诗篇41篇，耶和华保全他，使他存活，他病重在他，耶和华必扶持他，为他铺床。7月1号读哥林多后书1章20节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每天我去看母亲，也与她分享读圣经心得，给她加油打气。每次看见母亲睁开眼睛，我就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您又活了，又赚到一天，感谢主，许多人为您祷告，包括在美国、在台湾的教友。”传道书说：“生有时，死有时，生老病死是每个人的一生写照。耶稣降世，担负我们全人类的罪，舍命流血，他是义的代替我们不义，解决了我们世人的罪，叫我们信耶稣的人不再需为罪而面对永死。信耶稣的人有信心，有把握，有永生，不怕面对死亡，是出死入生了。”母亲病重在她月余，一连串肺积水、尿道发炎、肺炎、浓痰多、胃大出血、心脏功能弱、手脚水肿、血压低、血氧浓度低、血蛋白低下，诚如主治医生黄兆康说的，刘妈妈的病情考验医生护士的智慧、爱心、耐心。神的怜悯扶持母亲，让她脱离险境，借疾病使我们更靠近神的宝座。感谢神垂听众人恳切的祈祷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全能的神。
后记，住院治疗三个月，母亲终因呼吸衰竭、心肺衰竭，于2015年9月20号凌晨12:45安息主怀。